前边有个香港的兄弟过来，给我捎了两瓶红酒。木桶波尔多，世界知名酒庄，就是年份有点短，才10年。哎，这红酒啊，就是年份越久，越带劲儿。军姐，你说咱兄弟俩？ 认识多少年了？11年。啊，来，尝尝尝尝，我最拿手的，那勺子经常吃。从一开始吧，我就觉得恁俩不太对劲。 但是我没试，就看看恁俩到底背着我干什么把戏。原来你嫂子也爱吃你做的沙拉，拿过来。 Thank you.